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ポ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今天的午餐会是什么呢？哎，小丸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所以不知道妈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呢。真让人期待啊！不知道会不会有煎蛋卷呢？我家的煎蛋卷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，是世界上最美味的。最美味的？嗯，鲜艳的黄色放进嘴里，柔和和甜味慢慢散发，真是美得让人难以形容啊！永泽，你去哪里啊？拉拉队是在那边哦。这个我知道。啊，厕所的话应该往那边走。我也不是要去厕所，我要跟老师一起在教室吃学校提供的午餐。你跟老师？那你的家人呢？那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弟弟太郎突然发高烧了。那么我现在马上带他过去，麻烦你了。老公快点啊。哦，君南，爸爸和妈妈要赶紧带太郎去医院看病，你呢不要太担心了啊。对不起，我们去不了运动会了。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一个人没问题吧？嗯，走吧，要快点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真是有点可怜呢。哼，你们根本不用同情我，对我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。再见。永泽，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。虽然我们的午餐算不上丰盛，但是我家的煎蛋卷是世界上最美味的，很值得一吃哦。没问题吗？总不能丢下他不管呢。好吧，这么说了也就没办法了，去你那里吃饭也行。竟然说出这种话。小丸子，这边这边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抱歉抱歉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永泽的家人不能来运动会，所以我叫他过来一起吃午餐，可以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吃吧，来坐吧。打扰你们了。啊，不必感到拘谨，轻松一点吧。刚才你参加障碍赛的时候很卖力哟。我从平衡木上掉下来了，是最后一名。是吗？啊，不过推滚球的比赛表现很不错哦。我根本没有参加这个项目。我说，我们还是快点吃午饭吧，我的肚子好饿呀。对，来吧，大家一起来吃东西吧。哎，只有腐皮寿司，煎蛋卷呢？煎蛋卷？我今天并没有做啊。怎么这样？腐皮寿司其实也不错啊，很好吃的。真对不起啊，永泽。
亏我着急的。你是永泽同学吧？不要客气，多吃一点。腐皮寿司。各位各位，请朝这里看。真不错，拍得真好。随波先生，尝尝我们的腐皮寿司怎么样？真是谢谢您。不介意的话，也来尝尝我们的午餐吧。太客气了，永泽你也吃吧。什么？只是饭团。这个饭团真是太好吃了，里面是鲑鱼，而且还是一大块。我妈妈亲手做的饭团是世界上最棒的呢。小玉真是的。哎呀，你们的腐皮寿司也真的是超级美味啊。超好吃。腐皮寿司和饭团啊，本来今天我吃的应该是三明治。明天我们吃三明治好吗？哎，三明治吗？有番茄和生菜，然后加上鸡蛋，我还买了金枪鱼罐头呢。为什么太郎那家伙偏在这个时候发烧？永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什么都没吃啊？不用客气，快点吃吧。你们好，这么多人在一起好像很开心。花轮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借用这里一点地方。花轮少爷，桌椅已经摆放好了。辛苦了，好了，可以开始用餐啦。马上为您上菜。这是芦笋牛肉卷，这是青豆蛋卷，和蛋黄酱鲜虾配海胆。这是松茸饭。哦，好厉害呀！不愧是有钱人。如果花轮同学邀请我吃饭就好了。这不是永泽同学吗？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永泽的家人有事不能陪他一起来，所以我叫他过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吃午餐。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。永泽同学，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呢？那也没什么。如果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邀请你的。你真是见外，我们是朋友吧？朋友？现在你要到我那边去吗？我家做的石井寿司可是很好吃的。石井寿司？永泽，你不用在意，我们没关系的，你想去就去吧。慢着，留在这边，幸运的话也许能分享到花轮家的午餐也说不定。永泽同学，你打算怎么样？你到底来还是不来？谢谢你的友情邀请，但是我不想白费小英的好意，不好意思。是吗？我知道了，再见。没问题吗，永泽？我可是绝不欠人情的男子汉。秀大叔，每道菜都做得很美味呢。谢谢少爷的表扬。但是我一个人好像吃不完这么多菜，不如就请大家过来跟我一起吃吧。真是个非常好的提议。那个英小姐、穗波小姐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请大家一起过来用餐吧。太好了，和我预计的一样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很好吃啊。吃吧，永泽。不客气了。小山，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好吃，果然好吃。给你。这个也给我。这个我也吃了。他的胃口可真好啊，吃相真的很豪迈啊。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小鱼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藤木同学那边，因为我也想去陪陪朋友。是这样啊，永泽，你也真不容易。阿姨，谢谢您的盛情款待。哎呀，已经吃饱了吗？再见。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重视友情的人呢。其实是个重食物多于友情的人才对。永泽同学，你来了。
因为你很有诚意地邀请我来。可是刚才你说在小樱那儿吃饭，所以市井寿司全被我吃光了。结果我只吃了一口腐皮寿司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留在教室和老师一起寂寞地吃学校的午餐，起码可以吃饱不饿肚子。自作自受。永泽同学，嗯，这个便当你拿去吧。嗯，是老师告诉我的哟。永泽同学的家人有事不能来，所以剩下你一个人，我的便当给你吃吧。山田同学，啊，找你很久了，永泽。这些是我们家吃剩的，不嫌弃的话就吃吧。也吃吃我家的午餐吧，呗。啊，永泽同学，这个给你。刚才你太客气了，几乎没怎么吃吧，和我们一起让你难为情了吧。大家，永泽同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永泽同学竟然哭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君南，爸爸，太郎已经没事了。君南，给你，是三明治哦。对不起，你一定已经饿坏了吧？嗯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大家都说把便当分给我吃，虽然肚子里空空，但是内心却很充实。下午的比赛即将开始，请大家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喂，下一项比赛不是轮到我们出场吗？是啊，我们要赶快过去了。永泽同学，现在可不是让你吃午餐的时候，快点走了呗。俊男。内心充实，肚子很饿，但却没有办法的永泽。小丸子和校长室。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，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，要谨慎处事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啊，还没说完。今天校长说的特别久啊，这个长度真是破纪录了呢。这么长，要是好笑的话倒也无所谓。每次都这么无聊，真是糟透了呗。还有家务活，力所能及的话。居然还有啊！我受不了了。小丸子，我今天被早会给打败了。那是因为小丸子今天起晚了，早饭没吃就去上学了。这可不行，不吃早饭的话就没有精神和活力。话虽是这么说没错，今天早上那个早会就算吃了早饭还是会晕倒的。保健室可是人满为患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每次校长讲话都这么久这么无聊呢？这么说来，妈妈小时候也觉得校长讲话很久很无聊呢。真是的，难道有规定所有学校的校长在早会说话一定要很久很无聊吗？从没听说过有这种法律。嗯，其实平时根本就很少有机会看到校长的嘛。难道他在校长室玩自闭吗？校长怎么可能会玩自闭呢？还是有张豪华的大床让校长午睡呢。校长又不是你。不过确实没有经过校长室，我也有点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。校长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觉得校长室肯定和我们上课的教室不同。以前经过校长室门口，就觉得那扇门像是通向异世界的入口。干什么啊，突然大叫吓死人了。可是如果校长真的是这样的该怎么办？爷爷，我好怕。小丸子，不可能。唉，不要胡说八道的。算了，既然会有这些幻想，看来我们和所谓的校长是没有缘分呐。算了吧，我才不想和校长室有缘分呢。没错没错，你们尽量不要和校长室扯上关系。好了，小丸子不要做什么蠢事，被叫进校长室就行了。我绝对不进去，我才不会做蠢事，绝不会。到了第二天放学以后，
呀，怎么飞都飞不远。其实还挺难的呢，不？好嘞，这次一定行，飞吧！飞呀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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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谢谢，辛苦你们两位了。那我们走了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好的，再见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小丸子？是冰淇。我说，冰淇他刚刚好像走进校长室了。嗯，难道他做了什么坏事，被叫进校长室了吗？啊，小英、穗波，你们两个有没有看到冰淇呀？出大事了！冰淇他一直都没有出来呀。年静悄悄的，会不会是你们两个看错了呀？哦，肯定没看错，那个人肯定就是冰淇，对吧，小玉？嗯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也许他正在被骂。就算是被骂，也太奇怪了吧？啊，难道说，这扇门的背后，就像姐姐说的那样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？冰淇他该不会就这样永远都出不来了吧？虽然脸长得有点好笑，但他真的是个好人啊。冰淇，什么？小丸子，你在说什么？对了，告诉户川老师，叫他去救冰淇，也许现在还来得及。小英，怎么了？小英，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但是。银同学，你终于注意到那后面的秘密了吗？说不定他们是同伙呢。小丸子，你一直自言自语的在说什么？我要赶紧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冰淇的妈妈才行。小丸子，小英，小丸子，等等！哦哟，小丸子。你们在比赛跑步吗？佐佐木爷爷，不是，这次出大事了，我们要快点。啊、谢谢惠顾，谢谢。哟，都回来了呀！阿姨，这时候看到你太好了。冰淇，冰淇，他刚刚被校长叫到校长室去了。被校长叫走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他走进校长室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赶来通知您才行。被叫到校长室去了，那小子肯定做什么坏事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小丸子，川田爷爷，佐佐木爷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说冰淇不知做了什么，被叫到了校长室，似乎要听校长训话。被叫到校长室了吗？冰淇竟然被叫到校长室去了。那个不孝的小子真是令人费心。我说阿姨，纸飞机。哎，妈妈，还有你们几个也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冰淇，你没事吧？冰淇不啊！谢霄，你这个大笨蛋！干什么呀？我才回来你就骂我大笨蛋！你平安出来真是太好了！哎，你刚刚不是被叫到校长室去了吗？你到底在学校干了什么坏事？说什么呢？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呀！快点老实交代，什么都没做的话，怎么会被叫到校长室去呢？还是说，冰淇，你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被恐吓不能说？可怕的东西？就是。不是人类之类的东西，好可怕啊。喂，小英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真是莫名其妙啊。我也不太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呀。是这个纸飞机，校长亲自教我折飞机的方法呢。校长教你的吗？折飞机的方法不是呀、啊、我纸飞机冰淇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这是你丢的吗？是的。那么跟我来一下。那个。
厉害，好帅啊！哇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够飞这么远的呢。那是用我最喜欢的折纸法折的纸飞机，能够飞得又稳又远。看看，先这样。是这样吗？不，是这样。你好好看。啊！好，你试着这样做一次看看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不是被叫去挨骂。什么骂？我之前还以为你一定会。我一定会怎么了？哎，那个嘛。原来只是一个误会而已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放心了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你好厉害啊，冰淇，居然能进校长室，班里可没有其他人能做到呢。没错，原来校长一点都不可怕呀，真意外啊，不？对了，我也教你们折纸飞机的方法吧。宣传单可以吗？Thank you， 看着是这样的。一、二、三，飞呀！哇！用校长亲传的技巧折的纸飞机，的确可以飞得很远很稳。是真帅，虽然有女生说想跟他们一起玩，但我还是推荐吃和氏点心，不仅味道好，颜色也很漂亮，更让人有幸福的感觉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与珊珊同学投接球和制作和氏点心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大不了去林口，找一道黑。